大家好，欢迎收看圣经考古资料库，我是庄正成。这一集我们来讲创世争议之创造论与进化论。如果你来到罗马旅行，梵蒂冈是一个不会错过的行程。梵蒂冈是一个被罗马包围的小国家，也是全世界最小的国家，因为它面积只有44公顷。通常来到罗马旅行的人都会安排一天特地来造访梵蒂冈，因为这里是天主教最高的领袖教宗的驻地，更是世界文化遗产的所在地。除了参观世界上最大的教堂圣彼得大教堂以外，我强烈的推荐你来到梵蒂冈博物馆。梵蒂冈博物馆在文艺复兴时期曾经是教宗的住所，原本只有几个小的礼拜堂，一直到了18世纪才被视为是博物馆。梵蒂冈博物馆当中的西斯丁礼拜堂曾经是天主教教宗私人的礼拜堂，它的墙壁留着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巨匠米开朗基罗的手笔。米开朗基罗作画的地方就是在高高在上的天花板，这是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米开朗基罗本来是不愿意从命的，因为他更热衷于自己所喜爱的雕塑。在公元1509年的元旦清晨，米开朗基罗独自攀登上了罗马郊外的一座山峰。米开朗基罗放眼世界，心情无比的激动。米开朗基罗顿时回想起了创世纪当中的话语：起初神创造了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米开朗基罗突然明白了，这个正是他自己要征服教堂圆顶天花板的主题画。米开朗基罗要以神创造的荣光去完成这幅壁画。米开朗基罗这时候才思泉涌，历经了4年零5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创世纪这幅壁画。根据圣经创世纪的记载，神在创造了天地万物以后，最后创造了人类。神用地上的尘土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人，但是和创造其他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神把自己的气息吹在人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神给这个世界上第一个人取名叫做亚当。西斯丁礼拜堂创世纪这幅壁画当中，创造亚当的构思体现了米开朗基罗超凡的灵感。米开朗基罗以亚当的躯体作为中心，画中亚当似乎才刚刚从沉睡当中醒来，舒懒地斜靠着，身体里面仿佛的还缺少什么力量。但是亚当年轻健壮的体魄被米开朗基罗表现得十分的完美，并且孕育着生机。画面当中的亚当伸手去接触那赐予他生命的神的手指，画中的神的手指跟人的手指的碰触是整个画面的焦点，也无疑的就是整个创世纪的象征。而耐人寻味的是，米开朗基罗并没有让这两只手碰在一起，那个差一点点的距离就成了一个永恒期待的瞬间，给人留下了永远想象的空间。看着米开朗基罗的创世纪的这个画面，让我陷入了沉思：人真的是神所创造的吗？如果人真的是神所创造的，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相信进化论，去认为人是进化而来的呢？人是从哪里来的？如果创造论是真实的话，那么就有一位我们要对他负责任的造物主。但是如果人是进化而来的，那么优胜劣败就是人类进化的规律。究竟创造论与进化论孰是孰非？于是我打算在本集节目当中和你一起来探索人到底是神创造的还是进化而来的这个议题。现今有许多人不屑于圣经当中神用泥土造人的这个故事，他们坚信的是
人是由进化而来的。而要谈到进化论，当然就要谈到进化论的创始者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就让我们回到公元1831年这一年，达尔文刚从剑桥大学毕业，放弃了一个待遇优厚的牧师的职业，因为达尔文更热衷的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这个时候的达尔文始终思考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人类万物究竟是怎么产生的。这个问题在达尔文脑海里面挥之不去，逐渐使得达尔文对传统神创造人的理论产生了怀疑。在公元1832年的2月底，达尔文随船贝尔格号旅行来到了巴西。达尔文上岸去考察，并且攀登了南美洲的安第斯山。当达尔文爬到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的时候，达尔文意外地发现在山顶上面有贝壳的化石。达尔文非常的吃惊，他心里想，海里面的贝壳怎么会跑到山上来呢？经过反复的思索，他终于明白了地壳升降的原理。随后达尔文脑海当中一阵翻腾，他对自己的猜想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达尔文悟出一个道理，那就是物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客观条件的不同而变异的。于是达尔文将他所悟出来的道理写成了《物种起源》这一本书。《物种起源》这本书的问世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人把生物学建构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之上的书。《物种起源》这本书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代表作，它是以生物进化的思想来对抗传统教会所认定的创造论。《物种起源》的出版在整个世界都引起了轰动，因为当中人是进化而来的理论沉重地打击了传统神权统治的根基，于是有许多人开始攻击达尔文。因为教会本着神创造人的这个圣经的立场，必然是要对达尔文进化论展开反击。在达尔文遭受攻击的同时，有一批以赫胥黎为代表的学者却积极地捍卫达尔文的理论。随后进化论跟创造论的战争于是展开，这场进化论与创造论的争战一直持续到了现在。其实平心而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刚开始的时候是有很大的缺陷的。例如在物种起源的第一版当中，达尔文用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认为如果熊可以下到水中，熊就会变成水生的动物，最后熊也会变成像鲸鱼那样巨大的生物。所以达尔文讲，只要有足够的时间，通过自然的选择，熊也可以变成鲸鱼。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以后的修订版当中，达尔文把这个说法去掉了。但是有趣的是，达尔文这一个物种可以变成另外一个物种的这种观念，却被后来的进化论者一直坚信着。这些支持进化论的人嘲笑创造论是不科学的，不值得科学检验的。他们辩论说，要把某件事情当作科学，它必须是要能够观察以及测试的，它必须要是自然的。创造论被定义是超自然的，神跟超自然都是不可以看见也不可以接受检验的，因此创造论是不能够被当作科学的。自从达尔文创立了生物进化论以后，有许多受到科学教育的人开始相信人类是生物进化的产物，并且接受了现代人跟现代类人猿有着共同祖先的这个理念。但是当时候的人们也质疑，人类真的是猿类进化来的吗？假如进化论是正确的话，而我们的祖先真的是猿猴，那么为什么现今世上的猿类没有跟随着人类一起进化过来？为什么还存在着人类跟猿类的分别呢？而当我们更进一步来思索
人类进化的问题，我们就会开始怀疑，为什么人类的祖先会突然脱离同类而独自的进化，而且是以极快速的速度来进化？为什么一部分的猿类会突然开始进化？突然进化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如果这个是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其他的动物跟猿类为什么一点进化都没有呢？而这些谜题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解释不了的。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人类脱离了猿类，下地行走，褪去了皮毛，制造武器，取火狩猎，只用了100万年的时间。大概在250万年到150万年以前，这个时候的人类的智力已经是猿类的2倍了。然后人类又以更快的速度制造出语言、制度、文明，这仅仅用了大约10000年到50000年的时间来发展。这个时候人类的智力已经达到猿类的3倍了。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简单的进化史，但是仔细来思考的话，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从猿类进化到智人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人类进化是一段非常短的时间就完成的事情。要知道，最早的类人猿也只是存在于300万年前，在没有明显的外部因素的环境之下，现代人类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进化成现代人现在这种状况，确实是令人不得不怀疑进化论的这个推论。早期的进化论认为，人类从猿类主干上面分离，现代人跟现代的类人猿有着共同的祖先，人类是由已经灭绝的古猿所演化而来的。而现代许多生物学家也纷纷对达尔文所提出的生物进化论进行反驳，他们认为进化论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的解释。例如，他们发现人类跟猿猴的血液不同，如果将猿猴的血液输进人体里面，人就会马上死亡。而世界上各国的人虽然肤色不同，但是血液都是一样的，证明人类都是出于同一个始祖。还有，人类的肋骨跟猿猴的肋骨并不相同，人类有12对肋骨，猿猴却只有10对肋骨，而且人类的下巴的骨骼跟猿猴形状几乎是不一样的。所以生物学家们认为，人类并不是进化而来的。自古以来，人就是人，猿就是猿，而且没有考古证据提供有这种半人半猿正在进化的生物。而人类的祖先仅仅用了100万年就从猿猴进化成为现代人，而现代人仅仅用了数千年就拥有了现在这样的高度的文明，这确实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对于人类进化论提出质疑的人，他们有了更新奇的想法。有人认为人类根本不是地球上面的生物，而是来自外太空的外星人。有了这样的猜想，是因为人类的智慧已经大大的超越地球上的其他的生物，差距实在太悬殊了。不管怎么说，人类究竟从何而来，始终是一个用科学无法验证的问题。创造论跟进化论都是以信仰为基础的体系，因为两者都无法测试。我们不能够回到10000年前去观测宇宙的起源以及宇宙当中的生命。人类的起源只能通过历史所遗留下来的痕迹来进行猜想。一个无法验证的问题，终究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无论是进化论者还是反进化论者，都希望古生物化石能够证明自己的观点。达尔文曾经说，我找不到化石，因为活得不够久。然而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人找到任何从猿类过渡到人的化石。后来有一位进化论学者说，我也找不到，因为转变的过程太快了，所以根本找不到。至今为止，
也没有人找到人类在进化过程当中所有历史时期的骨骼或者是骨骼的化石，而这个空缺的历史竟然长达了13万年。或许你会说，那是因为考古证据不足，并不能代表生物进化论是错误的。就算如此，而生物进化论的另一个理论就是支持生物在进化的过程当中会越变越好。但是我们要问，人类有没有越变越好？因为人类在地球上生存了这么多年，却还是无法很好的适应地球的环境。人类也没有像其他的动物一样有皮毛可以来御寒，或者是可以提供散热的生理系统，导致了人类比其他的生物更容易生病。这难道是人类进化的结果吗？而圣经里面给我们答案则是，人因为远离神，所以寿命越来越短。最初的亚当活了900多年，而现在人类的寿命最长的只有100多年。因为我们基督徒知道，死亡是跟罪有关系的，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接受的答案。许多的哲学家都认同无神论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所提出的，没有神就没有绝对的真理，因此人生也没有普遍的道德行为的标准。罗素是一位英国著名的哲学家，也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有人曾经问他，如果你死后见到了神，你会怎么做？罗素回答说，我会问神，万能的主啊，你为什么给我们这么少的证据来证明你的存在呢？罗素相信死亡是一切意识的终结。罗素曾经写道，我相信我死后将腐化，并且没有任何一部分的自我得以存续。因为如果人是进化而来的，那么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就是人类进化的规律。人死之后一了百了，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的行为只要在不违反世间法律的原则之下，我们死后并不需要向谁来负责。许多人认为进化论在本质上面是一个自然的科学，事实上进化论也让像罗素这样的无神论者找到了借口。这些人认为进化论更符合数字的结论，并且坚持人类生命进化是不受神的干涉。这种看法是否正确，我们暂且不来论断。如果事实并不是像进化论所推论的，那就是人类真的是从猿类进化而来的，而是像创世纪第一章第27节所说的，人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所创造的，而且神所造的人就是有灵的人。那么灵会帮助我们在知识以及判断之外做出正确的决定，那么我们就没有借口可以辩称世界上没有普遍的道德行为标准。所以我们在世上是要为我们行为和对我们的神来负责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曾经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在最后的审判凭着公义来审判世界。在那一天，凡是曾经活在世上的人都要在耶稣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所提到的米开朗基罗，在公元1514年所完成绘制的创世纪壁画当中，米开朗基罗描绘了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在24年以后，米开朗基罗应教宗克莱门7世的邀约，在西斯丁教堂祭坛的正面的墙上又绘制了另外一幅壁画，也就是《最后的审判》这幅壁画。在《最后的审判》壁画当中，耶稣高举着右手要发出最后的判决，而耶稣的左手则是指向自己身体上被钉十字架时所受的创伤。米开朗基罗在《创世纪》以及《最后的审判》这两幅画中，以神的手指的动作说明了人一生过程的宣告，那就是我们是神所造的，人犯了罪，失去了永生，
唯有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代赎了我们罪的人，才会再次获得永生。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人是不是猿类进化而来的？我不愿意在这里去批判那些相信这种说法的人。至于我，我相信我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我会借着耶稣所引领我的道路，经过最后的审判，到父神那里去。亲爱的朋友，你呢？你相信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吗？你愿意借着耶稣的话语来获得永生吗？相信你会做出最明智的抉择。这就是本集圣经考古资料库为您所介绍的《创世争议之创造与进化》。